要做兄弟啊，或者是即需要隆重啲嘅衫啊，其實是少了，但是他哋的要求咧，即可能是新郎哥啊，或者新娘子啊，揀俾新郎哥的款式咧，都會有自己的要求啊，或者是想有一個個人化在入面啦。所以我哋都會按照客人的喜好啦，找一些合適他哋的一個款式俾佢哋嘅。